慢慢玩。对，要突破，我现在还在集突破的材料，突破，而且突破要好多钱，没有钱，抽不到战术千金。哎，我战术千金抽三次就抽到了，超开心的。Hello 翔宇 ，Hello 玉安 ，Hello 红，反正呢，我就是推荐。哦，对啦，对啦，觉醒，觉醒，觉醒，讲错。哎，可是我有觉醒，我有觉醒一格。对，我目前是突破还没。Hello Andy， 对，我现在是突破还没，就是因为他那个素材好像不太好集，就是蛮难拿到的。你都只喜欢摸摸头，喂，不要只记得摸摸头。谢谢志伟哥的真情告白，谢谢志伟哥的真情告白。咦，反正呢，我最爱用的两个角色就是食无忧跟千金。你们推荐什么好用的角色吗？我要那种大绝很强的那一种，像食无忧跟千金的大绝我都很喜欢。对，食无忧的大绝，食无忧我是用女仆装吗？还是什么女仆装食无忧？Hello 乔峰 ，Hello 小皮 ，Hello 贝卡，无忧战，对，无忧的大卷蛮好用的，对，听什么歌？听什么歌好？谢谢志的大声说爱你，无忧加千机，对吧？哦，你是哎。我也是冠国术，我也跟你玩一样的。我每一个队伍基本上都有女装女仆无忧跟那个武装千机，我跟你一样哎。然后另一个就是会配可能会配无瑕，因为有时候需要那个红色的那个属性。我基本上是因为那个什么那个，我记得无忧好像是蓝色还是什么，反正无忧跟千机是两个不同属性。然后另一个就是红色属性，逼不得已就会用无瑕。真的无瑕真是逼不得已，我觉得无瑕的大绝都很难用。什么时候会有队长摸头我也不知道啊。不是我，虽然不是我这样说，但是我真的觉得 无瑕的大绝很难用。谢谢 Daniel 的枫叶，谢谢。有人会很会用无瑕吗？ Hello 圣文，因为每次像武装无瑕哦，他的大绝不是放一直线吗？啊，每次放的时候都没有人在那放，这可能是我对不准吧，我可能不够厉害，对准的技术不够厉害。Hello， 爱吃荞麦面的勋，对，属性颜色比什么机械？对啊，我跟你说那个什么谁，我真的记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我都用颜色记，蓝色、绿色、蓝色、绿色、红色，我都用，还有一个是什么黄色，跟另一个青石跟什么 blah blah blah， 根本记不起来，我都用颜色记。谢谢勋的大佬喝茶。我是君的大佬喝茶，我是根据属性来编队哦。我的话呢，因为我就是无论如何，我的队伍里面一定要有千机，不好意思大家，我的队伍无论如何呢，我无瑕敌人破盾的时候，真的假的？哎，反正呢，无论如何，我的队伍里面一定会有千机，所以呢，我基本上就是千机加无忧，因为这两只是我现在升等级升最高的，一个是40等，一个是两只我刚刚都升到40等，因为我破了五次还没破关，我就一气之下给它刚刚都升到40等，因为我破了五次还没破关，我就一气之下给它刚刚都升到40等，因为我破了五次还没破关，我就一气之下给它升40等，大范围的围的。千机的大绝，真的很卡。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卡了是不是？武器等级摇升，我有升我的千机，我千机很卡是不是？等一下好。有些爱越深处里，却越感觉爱越深处里，却越感觉清醒。而最痛的距离是哦，当我醉了。我妹是不是在用网络啊？通电你最爱穿。Hello， 凡。Hello， 小松鼠。卡爆了，杰心卡爆。每当我笑了，心却很……现在呢？
Hello 杰星 ，Hello Bean Skin， 现在还有卡吗？正常了，耶、yeah! ！谢谢 Hello Bean Skin， 谢谢小皮的新字冠，谢谢小皮的新字冠，谢谢 Ray 的肉骨茶，谢谢 Ray 的肉骨茶 ，Hello 左耳朵 ，Hello 杨公公，大家欢迎回来，谢谢叮当鼠的 Kiss 啾啾，刚讲到什么呢？哦，武器我也有升哦，我目前就是千机的武器，就是也是到最高等的那一种。谢谢伊恩的新字冠，谢谢伊恩的新字冠 ，Hello 胡椒虾 ，Hello 阿元，反正我的编队就是基本上有无忧跟千机啦，对，就是基本上有无忧跟千机啦，对，就是基本上有无忧跟千机啦，对，嗯，然后我卡在五只十二，有人已经过关五只十二，又卡了。找不到，找不到。好，我个人觉得有些大绝就是蛮难用的，像那什么，有一个是好像是苏小珍的啊，一直卡啊，我怎么讲？这样子一直卡，怎么讲？什么叮当鼠到九了，太强了！什么叮当鼠到九了，太强了！什么叮当鼠到九了，太强了吧你们！五到十二自动轻松过，太强！我现在队伍练度好像7900多而已，还没到8000。哎、欸，你们好强哦 ！Hello， 宏伟，对，又卡了。想去喝大正红茶拿铁加珍珠，好喝吗？放点什么？现在是皇家时刻。嗯啊，现在呢？回来了吗？我找不到你的 IG 账号，我的 IG 账号是 chen1234 的4，然后 ya 陈诗诗 en1234 的4，然后 ya 陈诗雅小老鼠 ak。对啊，我有我的三个，我基本上现在是卡的吗？我知道啊，金界大叔，我爱用的三个好感度都有超过10，我爱用的就是无瑕、无忧跟千机。无瑕是因为我红色属性的最好的卡只有无瑕，对，只有无瑕，不然其实我不太会用无瑕，因为我自己不太会，他的大绝我有点控制不了。但是没办法，因为红色属性的最高等就是无瑕，所以我只能那样用。哈，我就过不了，气死我了！不是，我知道，我跟你说，我知道五只十二的重点。咦，谢谢 Ray 的人气小情绪。我知道五只十二的重点是要躲，因为那个猎人有点就是要躲他，但是我有时候就是躲不够快。好，我的问题，我跟你说。苹果妈晚安，我刚刚打最后一次的时候，其实剩下就是其实他剩一点点血，他的血剩一点点，然后我也只剩无忧还活着，然后可是我最后是输给那个时间到了，所以我觉得我再打，然后可是时间真的也到了。Hello Skyline， 晚安，就是因为我也要去直播了，那个游戏里面时间到了，外面时间也到了，所以我等一下去打第七次，谢谢 Skyline 的兄弟。谢谢 Skyline 开香槟，一起喝，喝起来，喝起来，大家干杯，干杯，干杯！哎、欸，助手我都有在那个我一个人死掉的时候就会召唤我的助手，对对对，我在一个人死掉的时候，我就会把我助手召唤下来。Hello 平平 ，Hello 代代，反正我觉得我等一下再打一次就会过了。你是用什么？你是用穆恩哦？穆恩，我有穆恩吗？有时候我就是虽然有那个角色，可是他可能才一星，我就有点不会用。你还没输过哦，你关卡还没很高，哎，你那个前面都不会输的好不好？还是浪的问题，我也不知道哎、欸。前面我也都没输过，好不好？我大概是四只几才开始卡关的，对对对。绿色那只是哪只？哪一只？你三个都是星，我现在只有两，我现在有三张四星，可是有一张我不太会用，
有一张好像是苏小珍，我觉得他的大绝还好，有点奇怪，所以都还没输过。真的假的？你们怎么打？你们绝对氪金了，你们很棒，你们很棒。我只能说你们很棒。像我这种不氪金的人就只能慢慢打，对，真的。谢谢苹果猫的星之冠 ，Hello 宇泽，谢谢苹果猫的星之冠 ，Hello 加速 ，Hello 苦味羊奶。对啊，其实这种游戏一样啊，跟我以前打西飞传一样，我以前打西飞传也有氪金。反正呢，我玩到后面我看到有什么好礼，什么我看到特价的什么包，我就会买了。对，通常都是等。有特价的礼物包，我就会花下去。Hello 阿萧 ，Hello T 恤 girl 阿翔，木恩四星，我没有木恩四星啊，我没有抽到木恩四星。好，我等一下再去抽一下，好不好？我没有抽到木恩四星，我现在四星的卡片只有三张，一个是战术千机，一个是谁？无忧吗？还是啥的？然后一个是苏小珍，我就只有三只四星而已，其他都是别的，其他都是其他卡片。哎，好像直播玩少女咖啡酱，因为其实我发现我玩游戏还蛮吵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我昨天加入了一位萌新，我们下赖群昨天加入了一位萌新，谁呀？我有新粉丝，谁呀 ？Hello 维尼 ，Hello 船长，找不到我的 IG， 那个谁贴给他一下。木恩最多只要三，所以木恩很好用吗？就是在氪金的路上。Hello 钢铁韩粉，我就只有 Hello 天地一沙哦。新粉丝出来的，被你景美制服影片掉了，真的假的 ？Hello 晨晨，还没氪，不过每个属性，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强？骷髅洛，第一个十连抽有没有？有，我第一个十连抽狂重复刷，刷到里面有满意的东西为止，我就刷到有很多千机为止，我大概刷了大概八次吧，后来我才那个。浪 play 是玩游戏，对不对？为了拿票，谢谢志。哎，我刚刚想说什么？哦，对，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不是第一次可以一直重抽吗？然后我就是，你们会不会像我的话，我就是很害怕下一次那个。就再也不会出现那个我想要的角色。反正我每次按下一次都犹豫了很久，所以最后就是我就定了一个目标，我要抽到就是紫色的，起码要有两个千机还什么的。谢谢叮当鼠的 kiss 啾啾，每个角色好感度都30。哎，那你蛮花心的哦。Hello 馅饼 ，Hello 修者。哎，所以你们有没有好好帮我宣传一下？是啊，一跳就跳到头了。真的假的？是谁？第一次没什么可以选，哪有？第一次十连抽可以重复抽。Hello 阿华 ，Hello F， 是谁？没想到漏电也这么棒，我不小心漏电了。Hello 阿华，谢谢 Ray 的咖啡豆，那我就继续漏电吧，继续漏一波。Hello 信婷。留学是去哪个？我不知道哎、欸，我去问一下。谢谢叮当鼠的 kiss 啾啾。哎、欸，我刚刚想讲什么？我忘记了。哦，我刚想到，你们有没有终端？终端不是可以聊天吗？你们有没有觉得很渣男啊？谢谢信婷的真情告白，谢谢信婷的真情告白。因为我像我每次用终端聊天，我就是练师傅，哎、欸，不要啊！我知道，我懂那个已经练了，然后抽到更好的卡，真的那个心碎。见到前五是谁啊 ？Hello Blue 流，到底是谁？哎、欸，那个你们不那个终端那个，我每次聊天我都同时跟十个人聊天，他应该会进来，真的？等一下进来通知我一下哦。哎、欸，我都随便乱选答案，然后根本没在看，就一直回复，一直回复，一直回复。千机的可能会认真看一下。
就是很，我自己觉得哦，天啊，我好花心哦，我根本没在看内容，我就只是为了好感度才跟大家聊天而已。店长都被欺负，不是我都，大家都传，对啊，没办法，大家都传讯息来烦店长，然后都没在看聊天内容。谢谢阿华的眼睛，叶壮壮 ，Hello 哲曼，谢谢阿华的眼睛，叶壮壮，哎，你这很专心，你们这我都随便乱选啊、哦，有二选一的时候，我还是会看一下那个。有二选一的时候，我还是会看一下要选什么。对，我很爱看剧情，可是我爱看的不是这种文字剧情。对，好，那个等一下那个，反正没看剧情也可以按到。真的吗？好感度高是在上面还是下面啊？大家可以告诉我一下吗？这样我以后都按那一个。那个中段剧情很好笑，你说常常问店长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像那个谁说什么店长，我记得之前今天我收到一个讯息是店长，我今天打工可以请假吗？啊，我今天咖啡厅可以请假吗？都改成成员名字了，应该要认真看一下，都按比较瞎的哦。雨林在求情，你选击毙还是处罚？我选击毙还是处罚？啊，我选处罚，我人很好吧？我不忍心击毙他，我选择那个。我选择处罚，对，我让他活下来。对，丽达要请假，好像是丽达要请假，我跟你笑死了。我跟你说，我的，然后是谁？丽达还是谁？跟店长说，然后店长就回他说：“你是不是要去打工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他就说打工真的有？”店长就说：“打工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Hello 哲曼，留下来慢慢领词。Hello 哲曼。Hello， 这一颗是爱情的，像千金就是很温柔的。千金都说店长，在下最近有做什么不好的地方吗？什么什么的。像千金讲话就太有礼貌，他就一直在下。哎，我刚刚在想啊，就是被我那个漏电不小心漏电电到的那个人，如果进来看到我现在这样没有很有气质，他会不会觉得哎，我不是那个这样的人啊？怎么办？千机通在下，对啊，在下。一颗是好感度高，对我要换一下，真假？一颗是哦，我每次都一颗是，每次看到一颗是都忍不住看他的眼睛，因为他是那叫什么异色瞳，他两只眼睛不一样颜色。对，漏电的时候很有气质吗？好像也没有啊。哎呦，哎，其实我跟你说，这游戏真的很好玩，因为你不觉得？你譬如说你的终端机就是突然有这么多人在密你，就好像很忙一样。然后像我现实生活中其实也没什么讯息，大部分都是工作上面的讯息。但终端机就是有很多人会一直问你事情。谢谢国修的医用口罩，还有群组哎、欸，对啊。谢谢宪兵，应该是不用担心，我们在他入群就好。你们不要欺负他。Take 讯息不是。哦、oh, ，我的意思是那个啊，我的意思是终端机像手机那种，哪有？你们也没有很常传讯息给我啊，我有时候刷，我有时候那个半天进去一次都没有更新讯息，然后想说为什么都没有人要传讯息给我，没有人现实动态要 take 我吗？对，大家可以现实动态多多 take 我一下，好不好？这样子我生活比较有感动，有感触一点，对。都没有人，对啊，没有人要 take 我，没有人要传讯息，因为很难得。对啊，下礼拜是思雅思源一起，大家要锁定哦。对啊，你们都 take 我嘛。我就看到没有人 take， 不是有时候我就点进去发现，哎，怎么还是跟上次看到一样，被边缘，对，被边缘。你们以后现实动态可以多多 take 我，顺便宣传一下。take 我的美照啊什么的，听说你会已读，哎、欸，我不是已读成员，我那个是那个不一样，跟你们不一样啊。没人 take 会失落，对啊，没人 take 就想说，哎、欸，我的粉丝大家都不想我吗？就是，哎、欸，我的粉丝大家怎么好像都没有事，就没有 take 我，对，不 take 我，我会看啊，我会看你们 take 我什么，对。明天开始努力 take 谁啊？谢谢马鲁，不，大家现实动态可以多多 take 我，这样你们的朋友就会看到我，就会搞不好就会不小心喜欢上我，对不对？你们现实动态可以多多宣传一下。
大家看到我就会喜，可能就会喜啊，照片要好好选，然后大家可能就会喜欢上我，所以现实动态可以多多 take。晚安阿鲁纳奇，晚安阿鲁纳奇。一克是买新游戏手把，还想，我好像还没到这个剧情呢。我上次把西雅咖啡厅工作结果拔下，想到回来是千机，千机很累，你们这些冠老板千机很累，一起 take 不会很吵吗？不会啊。Hello 阿多，阿多 Hello。那你们的千机是穿什么衣服？我的千机是穿那个战斗服装，我觉得战斗服装很好看。没有，其实我觉得战斗服装比较像在战斗，所以我选战斗服装。但是其实我觉得，训练服是最好看的。对，因为训练服就很偶像啊，我觉得训练服很好看。你们最喜欢哪一个风格？哎，依照你们那种，你们应该最喜欢啦啦队吧。谢谢 Andy， 悠悠 Andy 的玫瑰。哎，对，你们不觉得穿女仆装战斗很累吗？我一开始勾那个女仆装，就是她上战场会穿的衣服嘛。我一开始勾女仆装，然后我都觉得她的衣服好长哦，她感觉不好战斗。对，对啊，千金没有轻飘飘的感觉。我就想说千机穿女仆装去战斗好像太累了，又不是我在的。你要帮千机想一下啊。我就想说好，叫我 Andy。 Hello Andy， 雷猴，你还在等泳装？你的泳装，那个谁，朱诺的也太性感了吧。朱诺的那个装，那个海滩任务那个，你喜欢巫女装？巫女装也蛮美的，是很有气质的那种。但是我们上场战场打斗还是穿战斗服，看起来比较厉害一点。对，对啊，都没办法炫起来。她女仆装超长，我都觉得她有点难战斗。我替她着想，好不好？替她着想，所以我帮她穿了战斗装，就是那种最适合的。女仆装你们不觉得很难战斗吗？你们不要逼人家穿那么难战斗的东西，好不好？我们要替少女着想。肉可可，其实每件衣服都很好看啦。对，其实每个衣服都好看。我还没到仙裙子我还没到仙裙子。丽达的战士，你们这些小变态，就把千不要把看板娘换掉。Hello 草莓酱 ，Hello 草莓酱，我还没到仙裙子，我这的草莓酱 ，Hello 草莓酱，我还没到仙裙子，我最近的草莓酱 ，Hello 草莓酱，我还没到仙裙子，我最近不是啦，我这重新开始玩，所以我从零开始，好辛苦。千机可以脱裙子，什么？你不要脱她裙子啦！我也在摸头而已，馅饼，你们不要脱千机的裙子，你们这些小变态，好看都要多少才能掀裙子？无暇，你们不要脱裙子。Hello Ultraman， 脱裙子太母汤。Hello Kate，Hello 乙仆，因为裙子太长。裙子太长是很难战斗，你就帮他换件衣服就好了，你就帮他换成战斗装就可以了。OK， 对啊，好感，我知道到一定程度可以掀裙子，我还没，好感度20就可以了。那我没有20吗？我应该快了吧，因为我都一直送千机礼物。我没有开车，好不好？谢谢 Ben 的 Love， 谢谢 Ben 的 Love。我都送千机很多礼物，真的假的？我已经10嘞，那我等一下去试试看，我等一下去试一试看。谢谢 Ultraman 的咖啡豆。你要去工作了，再见！谢谢 Andy， 谢谢 Andy 追踪，下次还要来哦，拜拜 Andy。只有一个角色是可以的，是呗？什么？这是 bug 吗？
只有一件裙子可以，不是？好，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个母汤的掀裙子话题了，好不好？我们要很认真的聊战术，我们是要聊战术的，我们不要再聊裙子的话题，可以？我都直接买地球，哦，我都是送礼物。多谢多谢 Andy 啊，你们，我们讨论战术可不好？我们不要那个聊裙子，我们要聊战术。对对对，各位朋友们，我们要聊的是战术。对，例如5-12应该要怎么打才可以过关呢？因为我本人已经打了第6次了吧，而且我发现我打游戏会蛮吵的。我会说，哎，这都过去过去什么之类的这种的，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对，可能很上面。我们来聊聊利达的战，不要，我们不要聊利达，利达这个我们不要，我们要聊千机，比较有气质一点。对，不是说利达没有气质，利达比较奔放一点。对，哎，大剑到现在到几只几啊？大剑高练。高练度直接碾压，不是啊？那你练度是怎么到那么高的啊？你做了什么事？但我现在没有钱了，我的那个金币用完了，我没办法再升级了。反正我可能等级还不够吧，我可能要再升等级。哎，可是其实有时候不到那个练度，我还是可以打过。哎，那不一定，我觉得。对啊，氪金，我知道氪金就是一个战术。有时候你没有那个，你没有那个也可以打。欸，我有时候练度没到，我还是会打打看，有时候会打过。欸，也不一定会卡关。对啊，对，亲密度我已经有到了，亲密度我已经有支援，我已经可以支援第一支了。对对对。Hello 素环真 ，Hello 黑流星练走位。哎，欸，我觉得我的闪躲已经超强了。欸，我跟你说，我真的觉得我闪躲速度算很快。我练度多少？我现在是7900多。对，手动可以打比较高。手动是什么意思？我好感度30，每都可以多带三个助手在身上。没有啊，可是第支援的话，第二个好像要通关，不知道通到第几关。六只鸡还是什么的 ？Hello Plus，Hello 益生菌 ，Hello Plus，Hello 益生菌 ，Hello Plus，Hello 益生菌。那个什么，下一个资源好像要通关，不知道通到第几关，然后好感度到不知道多少才可以开启。我还没通到那关嘛，好像要到第6关，又网络不稳了。哦，你是流星 ，Hello 流星，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你练度12000了，反正后面还是会卡关。我跟你说，我已经打过第10关。哎，我跟你们讲，我之前打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很无敌账号的那一次。好啊，大剑拜拜。我那时候 ，Hello 贾鲁特，那个什么，我那时候我可是看过第10关的风景，第10关最后一关的风景的人。我记得那时候，我觉得他有在那个，欸，他游戏画面还有在强化，因为我记得那时候还没有那么丰富的游戏画面，他还是有在强化，对不对？香港路人怎么认识我？雷猴啊，我忘记我的名字怎么讲。谢谢 Red Kiss 啾啾。哎，我觉得有些风景很好看，好不好？有些还会飘，有樱花树，你们看到吗？然后还会有车子，要爆雷了吗？哎，不行，我不会告诉你们第10关长什么样子，我不会告诉你们的。哦，对，我是整丝牙。哎，我不会告诉你们的。反正呢，我可是见过最后一关的人。我那时候打完最后一关，好寂寞。欸，等一下要播什么歌呢？我那时候 ，Hello 风亮 ，Hello 杨雄，有些风景。对啊，
我就跟你说，我觉得有些画面真的很好看。Hello， 风亮拿到了女 boss， 寂寞寂寞就好，你想听寂寞寂寞就好。好了，等一下，等西亚。腾西亚，谢谢风亮的应援棒，蓝色应援棒，你到九之一了，你这玩太快了，你要等我们一下，这样你后面就没事情做了，你就只能咖啡馆跟那个什么叫什么协同什么协同初级还是什么，还有挑战，谢谢奕晨的蓝色应援棒 ，Hello 尬仔，你们要等一下，你们不要打那么快啦。你们每天都在打是不是？你们怎么打那么快的？九之六，要不然你们就是氪金。你们很棒，游戏就是需要你们这样的玩家，真的。像我们这种就是慢慢打的，就是不好不好。对，笑卡箱现在有，没有玩家对玩家，但是好像有一个是协同初级，是我之前有试过，就是他会连线跟别人连线，就是。对，有困难版的可以打，我之前有试过跟别人连线，然后一起去打那种就是任务的，对对对。谢谢花生糖的肉骨茶，对，常常按到一半睡着，哎，太累就先去睡觉啦，先不要玩了。对，谢谢尬仔，谢谢尬仔，谢谢大家帮我投票，谢谢大家，谢谢奕晨的枫叶，谢谢奕晨的枫叶。你有看诗雅和 Mina 上异想天开，谢谢。那些真的不是吧？我是相信那些不是哎、欸，我都还在等他们进来哎、欸，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的那个协同初级还是什么的，他到底叫什么？协同初级吗？谢谢龙骑士晚安，谢谢相旭。我第一次的协同作战，好叫他协同作战好了，反正就协同什么什么的。的时候，我的连线有一只千机，就是三只嘛，然后我是战斗千机嘛，然后那个另一个人，谢谢龙骑士的肉骨茶，谢谢龙骑士肉骨茶，然后另一个人忘记是谁，然后还有另一个角色哦，协同初级，就是有两个战术千机，然后我跟他就是隔壁不知道是谁跟我一起打了，然后他也是战术千机。然后我们一起出任务，我那时候根本搞不清我是哪一只，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哪一只，然后我就只能一直按。Hello， 坤坤，我更不知道我有没有打到，你知道吗？然后因为另一个有一个很强，有一个他很强，他的那个练度很高，所以好像都靠他打。因为我都还在那个有颜色，我知道啊，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颜色啊。开自律不行，我们不能开自律。我们要靠自己的那个闪，我们要靠自己的手速，就是叫什么？我们要靠自己的闪躲啊，靠自己开大绝的时间啊！谢谢坤坤的肉骨茶，什么？哎，我没有在撞墙，我好歹就是还有一直在发射，我有在发射，好不好？对，千机大绝真的很好用，还有无忧大绝也好用，对。结尾会有彩蛋吗？Hello， 鸡腿晚安。不是啦，我就是，反正我至少有一直按啊。对啊，开自律也可以移动，不行啊，开自律就有点不像自己在玩啊，感觉就是别人在帮你玩。最废的是哪一只？你说我自己吗？我不得不说，我觉得有些角色的大绝蛮烂的，对。自律也会一直按一般难度自律就可以过，我不想要开自律啊，这样开自律我就感觉不是我在玩。欸，搞不好我五至十二开自律等下就过了，会不会？不行，我觉得还是要靠我神闪躲神走位才可以。寂寞寂寞就好。兰蔻首创，哈喽吉米粥，哈喽花生糖，哈喽开心，例如说谁谁谁，哈喽俊，
我要思密，我要思密。Hello， 吉米座，谢谢吉米座的枫叶，谢谢吉米座的枫叶，谢谢小白带我去冰城，谢谢小白带我去冰城，一起骑脚踏车。你没看过会不会是手动都自己？哎，我没有，我跟你说，我闪得很好。我是会看他那个，他不是都会先提示吗？我都会闪掉。我真的是，你们下次没办法，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华丽的闪躲。我都是会躲的，好不好？我是会闪的，好不好？我不是手残党，我跟你说 ，Mina 才是，我不是 ，Mina 是我不是，我至少上楼梯都没有问题 ，Mina 连那个楼梯都上不去。Hello， 吉米周，我不是手残党，我真的是会闪的人，对我真的会闪，对对对。我跟你说 ，Mina 连三个人一起上楼梯都上不了，就是那种不是有些都会有楼梯吗？他就有人会一直卡住，就是楼梯前面不是有时候会有车啊或者是什么的，他就会有一个人卡在那个车那边上不去。Mina 就是这样，但是我呢，我超，我真的是我手很厉，手速很厉害，就是那个闪躲很厉害，对。看下神，真的我闪避很厉害，战术没了，别再抽，真的假的没了 ，yes， 那至少我有抽到，按冲进去，不是，红圈圈出现，我会赶快离开那个地方，好不好？真的，不是啊，我刚刚已经讲过，我觉得那个谁，我觉得无暇的大绝很难用，嗯，我觉得无暇的大绝很难用，但是我觉得搞不好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对不准嘛，我每次发大绝啊，大绝这样，他是这样一直线出去，然后有时候那一直线里面根本没有人，等于白发大绝了。对，山都快疯掉，死不了就还好。没有，无暇大绝不帅，你要看千机跟无忧的，无忧有一个超强，他会锁定，他锁定超多，就是我跟你说，无忧跟千机的大绝啊，你们一定要等到就是你们被包围的时候。拜拜，开心，谢谢开心来看我直播，谢谢开心的真情告别，拜拜。我跟大家说，无忧跟千机的大绝，你们一定要等到你们被敌军包围，就是你要在那边绕圈圈。我有时候故意绕圈圈，让那个敌军这样涌，小兵就是小兵这样涌上来，然后你就。按下去，周围就会马上死掉。就是他放上去之后，那个他通常放出去之后，你再打没几下，你周围的全部都死掉。真的，几点快关播？11点。对，谢谢叮当使的 kiss 啾啾。真的，我真的衷心推荐大家无忧跟千机，而且千机的还会燃烧，千机的还会燃烧，因为千机不怕原力，对。一般伤害都低吧，只能打小兵，不会哦。其实对了，好像一般伤害会比较低一点点，就比起千机，千机可能比较强吧。但是我觉得也是蛮强的。只有女仆这么烧，真的假的？只有女仆是这样哦，其他不好用是不是？因为我只用女仆无忧，对。我有一次就是我想要试试看女仆无忧，结果一用就发现哇，这大绝也太棒了吧！然后我就开始练那一只，对，然后我就后来就没有再换了，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看重你的大绝，就像有些人大绝就很没有帮助啊。Hello， 田中弟弟王 ，Hello， 馅饼超好吃，对，但是我觉得对，对。我练千机跟无忧，萌新到谁啊？来了是谁啊？你现实的大绝是什么？我现实的大绝，寄给下生日礼物能不能接？你啊什么萌新来了？谁啊？田中要找我弟弟，田中弟弟王就是你吗？浪大怪真的哎、欸、真的很好，苏小镇大绝不是唱歌吗？苏小镇有个大绝是在一个圈圈里面，我有一只苏小镇。他的大绝是在一个圈圈里面唱歌，就他们就有那种，哎，谢谢田中弟弟王，哎，田中弟弟王跟田中豆粒王是一样的吗？
大绝是掉眼泪哦，我的大绝是什么？我的大绝，我大绝是 Hello 小猫眼，小猫眼晚安。我大绝是什么？我觉得我这人要反省，我好像没什么大绝，我都是平均值那种。怎么办？我没有大绝、欸，我是不是应该研究一下我的大绝？你们想听什么歌吗？田中大力丸，欢迎加入忍者联盟耶！哎，我的大绝不是吞拳头啊，是呀，主持是我的大绝。Hello， 叮当鼠，吞拳头不是，不说屁啦，我不说屁啦。哎，我上次跟黄秘书说，我最近要，等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我已经不知道播什么歌了。大家有想听？谢谢田中大力丸的告白气球，谢谢田中大力丸的告白气球。PQRS 对啊 ，PQRS， 你想唱《夕阳》？好啊，我们来听《夕阳》。等等哦，哎，我刚刚想讲什么？田中第，我也是做梦梦到下代班主持的。哇，这个如果有发生，就太棒了。Hello， 幸运 ，Hello， 鸡腿。我刚刚想讲什么，我忘记了。谢谢馅饼的 kiss 啾啾，谢谢馅饼的 kiss 啾啾。哦，黄秘书，对对对，黄秘书，我想到，我有次就跟黄秘书说，我要改掉说屁啦的这个习惯，因为我想要有气质一点。可是改成最好是啦，又很长啊。然后黄秘书就讲超白痴，他讲了一个超白痴的笑话。他说：“那你以后就说那个腿啦，就是。”换个部位，他说不然你换个部位啊，你以后说腿啦，什么头啦，然后痣啦之类的这种，你不觉得很白痴吗？他讲的是很冷的笑话哎、欸，所以他说我下次想说屁啦的时候，我就说你腿啦，没关系我不介意，然后就你头啦，我说那我说你头啦，然后他就说不行，头太普通，感觉头会平常会这样讲。所以头啦好像不那个对，然后他就说你的话你就要说痣啦，因为你有痣所以你就说痣啦，可是我觉得痣啦很没有那个 feel 欸，我觉得腿啦比较有那个感觉。谢谢飞镖的看好你哦，谢谢飞镖的掌声鼓励，谢谢飞镖的玫瑰，挺有道理的是吗？空叶痣啦，对啊，你们觉得要说腿啦全啦，没有全啦，没有那个。如果去你家蹭饭开直播可以吗？去我家蹭饭，他不会来我家蹭饭啊。熟啦，对，熟啦也可以。腿啦，那我以后就说腿啦，你们最好是之类。当夕阳悄悄的沉默弯下一片金，我哪有改不了？我最近很少说哎、欸，我的胸口碎大石。哎、欸，我最近很少说啊，我最近超少说。我最近上网说 PQRS， 谢谢鸡腿的香蕉，谢谢鸡腿的香蕉。王秘书为什么去品涵蹭饭？因为品涵家是，因为品涵家那时候没有其他人吧，我也不知道。哎，怎么又不稳了？那张脸庞从不怕，努力的拍打属于你的翅膀。他要蹭饭计划，真的假的？他不要在那边。谢谢瑞的凤梨，谢谢瑞的凤梨。Hello 阿正 ，Hello River Ray， 他不要学我好不好？公器私用，以蹭饭计划之名，假蹭饭之实。年轻时候的照片其实很美。哎、欸，其实黄秘书这种，其实黄秘书他眼睛算是蛮漂亮。谢谢宇轩带我去流浪，谢谢宇轩带我去流浪。谢谢雨轩 ，Hello 北极星 ，Hello 暖风。偶尔无意，随便你批评，但你家又不煮饭。黄秘书来，我可以煮饭给他吃啊，就煮个泡面之类的。Hello 海豚，谢谢叮当鼠的 kiss 啾啾。是要说眼啦吗？我不知道啊，他说要说。腿啦，我就说腿啦。
下次我就说腿啦。尽管会再疼，继续勇敢向前闯，真正失去的代价也终将给你骄傲倔强，重新紧握在手掌，用倒挂不知不觉爬上了窗，那星光描绘出夜的形状，仿佛一幅璀璨的画，黑和明天要升起都要远方，先徜徉好好做一场属于你的梦想。谢谢逸晨的掌声鼓励。金色唯美的不像花叶，回头手今天已经要退场，也终将那个八十是什么意思？漫威八十周年，就是漫威八十周年。我那个我很喜欢买漫威的衣服。哎，我最近买了一个新衣服，好像在这里，我给你们看，宣传一下。我最近买了一件新衣服，超可爱的。我最近买了很多 T 恤。等一下哦，看歌。你们想听什么歌？谢谢 CQMK 的蓝色英文棒。绿草地，想听飞龙在天，真的假的？先听绿草地好。我最近买了两件新衣服。第一件是这件，哇，超好看的，这件衣服超好看的，哇，这里还有 TP 的标签，帅。接下来有种朦胧美，噔噔，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触动了心感应的奇迹。当风日，这件要怎么买啊？这件已经绝版了，不好意思，大家，这件已经买不到了，对不起。这件目前已经缺货，市面上已经买不到这个无一无二的一件，对，好看，对，又网络不稳了。在宇宙中某一秒的巧合，日常的路上遇见坏的缘分，也是种不同简单的快乐。Poco 晚安。你旁边有一件哦，那你试货，你试货。美术馆放了一件，真的假的？在哪里？我想去朝圣。主播试穿，主播改天试穿一下，好不好？喜欢保持上升。Hello， 浪迹无踪。Hello， 廖廖。Hello， 伊神俊。对啊，下次握手会一起穿。你也有捡到一件，这么好，哪里可以捡？我也要去捡。罗浮宫已经巡回到法国了吗？真的太荣幸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因为有了大家支持，他才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对，谢谢大家。许多梦想牵挂在眼神，草地上的我发呆并不过分，安心的躺着，放心的翻滚。这个呢，就要讲接下来我要介绍的一件衣服，就是要讲到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就是大家知道小迪啊，小迪他最喜欢那个小精灵 Tinkle Bell， 对对对，小迪当然喜欢小精灵嘛。然后呢，要寄到外太空也是不用啦，外太空太远了，看不到。然后呢，就是你第一次看到圣诞节的背面，我跟你们讲一下。这背面呢，我使用了这个有点看起来旧旧的字体，对，我个人认为蛮好看的。然后呢，这个加漆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加漆呢本来是这么小，原本的加漆大概只有加号
加号这一格而已。原本加七是这样，加七，原本是这样而已。后来呢，我看了一下那个预览图，我发现好像真的太小，小到我很像在诈骗，就是我很像在骗大家。就是你知道，有时候那种很长，有些店呢、啊，他不是卖说什么，就是。反正有些店不是都会你点了然后才发现，哎、欸，原来不是这样算。譬如说，就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吗？就是，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这样太像在诈骗了，所以我就还是把它放大一点，对，就是不要这么明显，对。所以我就是还是把它放大了，加七。大风守护着我不停息，明全都一把琴，喂，哪有这么便宜？心感应的奇迹，这一条绿草地，你会知道我爱你。真的假的？原本为了庆祝。哦，部长可以穿这件的话，这是我的荣幸。哎，又播完了，要听什么歌？国星宇，国星宇来看我了吗？国星宇，飞龙在天，好吧，飞龙在天，国星宇，飞龙在天。Hello， 二一大叔。KTV 版的《飞龙在天》，你要少女咖啡枪？等一下，我要去找一下，因为他 YouTube 好像没有找不到，要 Facebook 对。零星在谁既无能力？心之第一，一夜秋，就是我没听。谢谢，不要乱送啊，国旭！谢谢国旭带我去流浪，不要乱送啊，国旭！谢谢国旭带，但还是谢谢你带我去流浪。谢谢国旭带我去流浪，呜，一起去流浪。谢谢。哦，这边很难唱，我不会唱这边。哎哎，情在丢出掉，人的爱真心来。手牵手，心到底，把我乌是滴，亲像飞龙飞上天。老鼠爱逛街，它不是我的主题曲，我已经忘记怎么唱。对，谢谢 Himeji 的卡娘，谢谢国国带我去流浪，谢谢国国带我去流浪，国谢谢国国带我去流浪。哎，还没讲完啦，国第六名，国第六名，天哪！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昨天买的可爱的衣服，是彼得潘的衣服，彼得潘的衣服。是温蒂，其实彼得潘里面小飞侠故事里面我喜欢的是温蒂。谢谢国星宇，果果也太会磕，科长科长。不讨厌，男主汉子在出逃听，一定是巴豆摇摇，不是，我还没讲完这个。就是呢，我最喜欢的是温蒂公主。对，谢谢艾斯的枫叶，谢谢艾斯的枫叶。然后你们看他后面有个超可爱的，你们看他背面超可爱的，他背面写搜寻彼得潘，搜寻彼得潘，然后他写 Where is 彼得潘，然后写什么 Neverland Lotion， 不觉得很可爱吗？你们不觉得很可爱吗？这边写 Looking for彼得潘，不觉得很可爱吗？猪家，哎，你不觉得很可爱吗？好，我刚刚说一下这个，哎，对啊，明年搜寻城市也好，
Lotion location 哦，伦敦啊，不是，哎，我看错了，他写伦敦，对，他写伦敦，不是我，哎，我跟你们说这件，对，不是，是不是是伦敦？哎，我真的看错，哎，我要说这件衣服的故事，这件衣服的故事呢，就是呢，某一天我走在路上，经过一间店，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牛仔外套，然后它是它的背面是小精灵的图案，就是它是一件牛仔外套。等一下啊、哦，嗯，怎么都是台语歌？好，放这个好了。主播英文真厉害，主播英文很不好。主播英文不好 ，Hello， 贝西亚的博汉。然后呢，牛仔外套，对，然后它就是小精灵的牛仔外套，它背面就是一个小精灵的图案。然后我就发现，哎，小精灵哎。然后你们知道，因为小精灵很少，就是有很少有小精灵的，很少有小精灵的啊、哦，不行，这首歌太出戏了。我现在要认真讲故事，我要换别的首歌。等一下，大家想听什么歌？嗯，不要这首歌讲不下去啊。这个，谢谢瑞的香蕉，谢谢瑞的香蕉。Hello， 阿和。好，然后那个，等我要换一个认真的歌，不然我讲不下去。好，然后呢，那个，那。想起来了，谢谢坤坤的新之光，谢谢坤坤的新之光。然后就是呢，我就拍了照片问小迪说，哎，你要不要买啊，有小精灵的那个。谢谢国心宇的 love you， 谢谢国心宇的 love you。 有人点少女咖啡啊，对哈啊，可是少女咖啡像 YouTube 要找不到，要去 Facebook 找，那个要等我等一下讲完这个故事。然后呢，哎，谢谢国勋，不要再送我礼物了。谢谢国勋的告白气球，国勋不要再送我礼物，可以吗？国勋，可不可以不要再送我礼物？谢谢。Hello， 甜甜圈。Hello， 这一刻想见你。对，我讲到哪？好，反正就是。反正就是我到底讲到哪了啊，反正就是我就走进那间店要帮小迪买那件衣服，对，我就走进那间店要帮小迪买衣服。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妹一起出去逛街嘛，然后我就走进那间店要帮他。谢谢国勋的告白气球，谢谢国勋的告白气球，谢谢你哦国勋。然后呢我跟我妹为了那个，谢谢国勋的，就是你啊，国勋不要再送我礼物了，国勋不要再送我礼物了。然后呢，这故事怎么那么难讲？好，然后呢，我跟我妹就开始逛那间店，结果后来我们后来就买了很多东西，为了小弟的一件牛仔外套，不小心花了很多其他衣服，买了很多其他衣服。对，好，这是这个无聊的故事，对不起。直到不能呼吸，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哎，你们有看这首歌？我第一次看这首歌的官方完整版 MV 耶，然后它好像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是周润发演的，是什么电影啊？我现在突然对这个很有兴趣，有种课超过10万，小白不要跟那个小孩子比，小白不要跟小孩子比，不要逼小孩子。哎，这是什么东西啊？我现在对这部电影有一点兴趣了，等一下，至少还有你。
不是，是一个电影画面哎。等一下啊。一个猪肉发配一个那个哦，是安娜与国王，那是什么？安娜与国王，我看一下，安娜与国王为什么我好像看过、啊？安娜与国王好像很好看嘞、欸，我刚看那个 MV， 我觉得好像蛮好，1999年的电影，安娜。岂止来啊！谢谢国旭带我去流浪。国旭，不要再送我礼物啦、啊！要疯啦、啊！国旭，不要再送我礼物了。谢谢国旭，好，算了算了，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多送一点，多送一点，国旭多送一点礼物啊！快点。好，安娜，安娜带着儿子到，这叫暹罗吗？暹罗成为暹罗国王。蒙古家的家庭教师，什么？我对这故事有一点兴趣、欸。安娜与国王，好不好？我们再听一次这首歌。主播说送都送，对啊，送啊！你送快点，多送一点，不阻止你了。我们再来听一次。没有什么，没有被道长好，谢谢老沙的掌声鼓励。谢谢老沙的掌声鼓励。大家怀疑果果被盗账号，想拿果果的红包？哇，不是吧？国旭不要这样！国旭，你今天怎么了？国旭，一人团灭整个粉丝团。国旭，你怎么了？国旭，你不要别人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好不好？国旭，你不要别人要红包，你就发红包好不好？但是还是谢谢你发红包，谢谢国旭。哎、欸，果果超强，真的，谢谢龙骑士的肉骨茶，谢谢果果的红包，谢谢龙骑士肉骨茶，谢谢老沙的 love， 谢谢阿胜的掌声鼓励，谢谢阿胜掌声鼓励。国旭真的太强了，有求必应姐。我们队长要冲小时榜第一名，不要啊，国旭。冲不了小时榜第一名，你不要再帮我，你不要再乱发红包了。谢谢，谢谢小叶的梦幻烟火，哇！谢谢小叶的梦幻烟火，谢谢小叶的梦幻烟火，谢谢梦幻烟火。不是啊，郭旭，谢谢小叶的梦幻烟火。果果输了，哎、欸，国旭你不要冲动啊，不要冲动，我回来晚了。Hello， 大剑，国旭已经送完了，谢谢勇哥的香槟，谢谢勇哥的香槟，谢谢勇哥的 kiss 啾啾，谢谢勇哥的 love， 谢谢，不小心按掉，谢谢贝夏博汉的新字冠，谢谢贝夏博汉的新字冠。谢谢勇哥的喝牛奶，那你记得叫大家来看。哎，对啊，大家要去，你下次什么时候直播？谢谢雨轩的戳戳你哦，谢谢雨轩的戳戳你。国旭，你下次什么时候直播？宣传一下。哎，谢谢苹果妈的 love， 谢谢苹果妈的 love。国旭，你现在有一分钟的宣传时间，这一分钟我不讲话，给你讲话，对，给你跟大家对话。你买广告，买广告。国旭刚刚是买广告，礼拜一的8点，现在开始一分钟，我只会帮国旭宇宣传，大家礼拜一8点要去看国旭宇的直播，对，大家礼拜一8点要去看国旭宇的直播，国旭宇腿长超过100公分，
模特的身材非常的瘦，那个身材简直就是跟我很不一样的身材。对，礼拜一，谢谢田中豆粒王，谢谢田中豆粒王，而且他人可爱，就是个性趣味，天真有趣，绝对是让你意想不到的那一种。个性如何？个性就是很淘气，人很好，这样，然后喜欢乱送礼物，不是乱送，他是买广告，对，他买广告，一分钟过去了吗？对，他买了一分钟的广告。礼拜一八点，礼拜一我有直播但我是十点，我跟他不会撞到，对，我们不会撞到，对对对，过了，什么意思？是过了，什么意思？过了，对啊，看完接着看，大家就是看完要接着看。谢谢丁老师 kiss 啾啾，他平常呢大方，对朋友好，对姐姐也好，一分钟哦过了。你们工商时间不长一点吗？哎，看在你刚刚丢了那么多份上，我再帮你加时三十秒，加时三十秒，对对对，而且他很有时尚品味，不要再说了。谢谢国训的带我去流浪，谢谢国训带我去流浪，谢谢国训的带我去流浪。优点讲都讲不完，真的，我跟你说，国训的优点真的太多，多到我真的是，等一下，我先换一首歌。他的优点真是多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跟你们说起。谢谢阿顺的 love， 谢谢阿顺 love， 我跟他认识几年？我跟他认识五年以上，真的是，谢谢果，谢谢果心宇的红包，真的，他真的是，他有点，他都他，而且他生日还要跟我说生日快乐，我真的很感动，而且他很准时的那个。会，他很准时的传讯息给我，我真的是非常感动。直接给你加60秒，我这个对，五年，对我们认识五年了，谢谢田中豆粒王，对，我们真的认识五年了，那个我太了解他了，对我这边怎么有头发的感觉？谁没跟我说生日快乐？哎，我觉得有没有跟我说生日快乐，我都 OK， 你知道吗？我不会在乎那个人有没有跟我说生日快乐，对，就是平常相处的好就可以，对，有没有跟我说生日快乐，没关系，心里有我就好了，对，冲排行榜国战，要把榜一抢回来，小雅我忘记说了哦，你看你们都没跟我说生日快乐，算了，你们心里有我就好了，这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你只是因为那个什么 Facebook 的通知啊，或者什么 IG 不会通知，那什么通知了然后才说，那没关系，你们心里有我比较重要。对，果果是否统测？果果要统测吗？你看你第一了，真的谢谢国训宇，你好强啊，你超棒的，国训宇很强，果果高二，果果高二他不用哦，果果高二，对。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果果还很年轻，果果虽然很年轻，可是果果他腿长已经超过100公分了，对，对，他真的是幸福没有那么容易，别让人着迷。谢谢田中豆粒王的玫瑰跟掌声鼓励，谢谢田中豆粒王的掌声鼓励，谢谢叮当鼠的 kiss 啾啾，哎，没关系，你们没跟我说生日快乐，我也不会在乎，你们只要有把我放在心里就好。高二比高三有钱，高二比这个25岁的有钱，没有，他只是喜欢氪金而已，不一样，他只是喜欢氪金。对，果果很高，我不敢氪金。果果是模特的身材，大家如果有模特的工作都可以找他，对，他很棒的，对，一直放心里，对，放心里。谢谢天天想我 Poco， Hello 帮我喜欢氪金。不是嘛，就是有些人就喜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嘛，像
我可能就喜欢氪金，嗯 ，OK 啊，每个人有每个人兴趣爱好，对 ，OK， 我个人就是抱持着开放的那个开放的心态，接受每一个人的兴趣。像之前没有人兴趣还是养蚂蚁还是什么的，对啊。相爱没有那么容易，你看你连咖啡香也舍不得磕。对啊，我现在深刻反省自己耶，还是我等一下去磕一下好了，那个卡给他刷下去了，可是投票都过了，气死我了。哪个成员养？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我在新闻上面看到有人养蚂蚁，对对对，小客怡情，对，小客怡情，对。最可惜曾经。Hello， 雪中神树。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养过甲虫，可是甲虫的小宝幼虫形态不是鸡米虫吗？还是鸡母虫？甲虫变成甲虫其实蛮帅的，可是甲虫的小孩子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会痒痒的，对，所以我佩服你。对，金母虫，对对对，金母虫。Taki 练堂，空巴巴，蚕宝宝，蚕宝宝大家都养过啊，自然课，为了自然课，对，甲虫蛮帅的、啊，你不觉得甲虫壳很硬很帅吗？反正昆虫不要近看就好，就是昆虫没办法近看近。健康本地医美平台朗罗拉宝。嗯，要听什么？哎，果果，果果，你想听什么歌？果果点歌，只养过吗？快点，果果点歌。你是为了自然课才去养甲虫？空巴哇 ，Taki 练堂。现在自然课是养甲虫，不是养蚕宝宝了。想买比熊犬，比熊犬很可爱耶。谢谢杨公公的 love， 非自愿养过蚊子，蚊子需要养吗？狗狗不见了是不是？好吧，我们科长走了。哎，蚊子哪需要养啊？就是路上一堆耶，晚上睡觉都一堆来烦我。谢谢俊的 love， 蚊子不需要。哎，走了，狗狗跟风，随风消逝。跟风一样快的女人，谢谢俊的 love， 非自愿哦。少女咖啡香，哎，还少女咖啡香要找那个连接要找有点久，好吧，我来找一下。那个文不知道多久以前了，有什么比较快的方法可以马上找到吗？跟风一样快的女人，我说郭馨予的消失哦，还没走，哦还没走是不是？哎，果果看果果嘞！哎，果果嘞！风一般的女人，哎，你要听少女咖啡香？哎，我们郭馨予要听，我就一定找给他。等我一下，要找有点久、哦，等一下。嗯，郭馨予要听少女果果腔。等一下，我找一下。在哪？这里吗？找到了，是这个吗？哦，耶！我们果果要听，马上找出来。哎，那果迅，你有去玩少女咖啡枪吗？你可以用千机哦，千机很赞。哎，这首歌真的很嗨哎。哎，我突然想到，你们玩少女咖啡枪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开声音啊？我的话，我一定要开声音才玩得下去。我教你玩，哎，我教你玩。谢谢 Collis 的蓝色音乐棒，可是我怕你会氪很多钱呢、欸。毕竟你的兴趣是氪金，我怕你，我一教你，然后你明天来就已经就是70等了。你千机明天一来就已经练到70等，练度比我高，练度已经10000多比我高。对，哎。反正我玩少女咖啡枪，我一定要开声音才有那个 feel， 我不开声音玩不太下去。
清晰迷茫，我把最后一颗子弹擦亮上了膛。对，可以。哎，那你登我的账号。哎，那我登你账，哎，你登我的账号去刻。对，充满力量，记忆中陪伴着你那些过往，咖啡杯的余香，你一次次逆转寻找希望。この手で絶望を打ち壊す愛という武器が私を守る。我小小大地を一気通せ、笑顔を見せるまで戦う。思雅负责氪金，果果负责玩。没有，田中豆粒王，你这个有点相反了。是思雅负责玩，果果负责氪金。对对对，果果的兴趣，以后果旭的兴趣就写氪金。是什么这样从心底坦然？果果的兴趣才不是氪金，那果果的兴趣是什么？果果的兴趣是送礼物。守护着我们的信仰，封锁网。是一样不可的。那国旭，你到底你的兴趣是什么？你赶快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你兴趣是拍照吧？是不是？支持我的团员们哦！你为什么要抢走队长的台词呢？谢谢嘉宏的肉骨茶，谢谢嘉宏的肉骨茶。你的衣服披掉，我的希望守る。我小脚踏起我一起投射，笑顔を見せるまで戦う。の手で絶望を打ち壊す愛という武器が私を守る。我小脚踏起我一起投射，留点钱吃饭。果果还有钱吃饭吗？没有钱吃饭可以来找我，我们一起吃泡面。对对对，少女果果腔，我们再听一次少女果果腔。我是哥哥贵妇特辑，应该找果果。这首真的很神，真的，而且我超级喜欢他的配乐，我超级喜欢他的配乐，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听到 demo 带的时候，就是只是第一版嘛，然后后来才听到这版配乐，超神，超神。你最近都听这首玩射击游戏，为什么不是听这首玩少女咖啡枪？为什么？啊，对，歌词我也觉得写的蛮好的，对，很有那个游戏的 feel。我可以唱《我是哥哥》吗？当然可以啊，但是你要先告诉我你会什么，你的兴趣是什么？对对对。让我甘心为你一次次逆转寻找希望。この手で絶望。谢谢志伟哥的 latte， 谢谢志伟哥的 latte。Hello 剑骨，什么？当贵妇？这是什么？这算什么那个啊？专长啊？谢谢枫叶，谢谢剑骨的枫叶。我会向制作人提一下的，对，我会跟制作人提一下。我们团队里面有一个人，为了想要上 Hello 我是格格，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氪金氪到第一名。哎，搞不好制作人有今天有来看直播，赶快宣传一下自己的国讯。我们制作人神出鬼没，我们制作人今天搞不好有来看直播。你要好好的展示自己，你会怎么当贵妇？每天氪金，当贵妇养活队长。对对对，当贵妇果果很狂，当贵妇养活队长，最高的丫鬟。哥哥学生时，对，我会跟制作人讲，你为了上节目，在我这边氪了很多钱。
在直播我都不自己洗头之类的，那你都给谁洗头？哦，你都去外面洗头？哎，你下次，哎，你下次，哎，哎，你下次要洗头找我，我帮你洗，你付我钱好不好？哎，你下次要洗头来我家好不好？你下次洗头来我家按门铃，然后你进来，我帮你，你来我家洗头好不好？你来我家。我帮你洗头，你付钱给我，洗一次头多少钱？我保证，我帮你按摩。我知道洗头要按摩啊，洗头要按摩，我会帮你好好按摩。我跟你说，我那个力道，我已经拿捏得很好。我说，哎，你们知道那个中山站那边有很多很浮夸的洗头，有没有？就是他会把你头发弄成这样很高，就是日本人以前日本人超爱去。怎么办？我们听完了，我们要再听吗？继续听。以前那个日本人超爱去，恭喜田中豆粒王完成 level one， 谢谢偷偷喜欢你。Hello 阿华，哎，可以问我妈或我姐哦，啊，还是你帮我洗一次头，我感受一下。对对对，那个什么，你们知道中山站有那种日本人很喜欢去的洗头店？我知道了，贵妇，那我们来一集贵妇企划。就是说呢，我们早上先去洗头，洗好头发之后，我们就去吃下午茶。吃完下午茶之后，逛街，逛街之后走累了，我们就去按摩。我们今那一集就这样做，对，很简单，四个重点而已。我们那一集就是大概就这样，但是我觉得有点拉太长了，毕竟我们一集只有二十几分钟。不然逛街拉掉，不要逛街。对。この手で絶望をぶち壊す愛の勇気が私を守る。もう少女たちは息とせ。我们先洗头，吃下午茶，然后按摩。我们那一集就做这三件事就差不多哦。然后呢，你要去果果要按脚底按摩，然后你要就是被压得很痛，就是脚底按摩不是压，就是脚底按摩不是都譬如说，他不是说压一压，然后就可以跟你说，哎，你这个肝不好，有没有？有没有？脚底按摩不是都可以压出哪一边身体好不好？然后脚底按摩那个按摩师就是帮你压脚，然后他就按一按，然后他说：“哎，你这个手不好，爱乱氪金。”Hello， 我是格格至尊，这个是那是骗人的吧？不要，那谁还当？那是骗人的吧？不要，那谁还当？那是骗人的吧？不要，那谁还当干妈？果果，因为果果。哎，我知道，我现在有个想法，我们来做一集，就是我知道，我现在有个想法，等一下，我现在真有个想法，你们听，就是某一天我的直播啊，要设一个主题叫做，贵那个竞标 ，Hello， 我是格格贵妇企划。对，我某一天我的直播，哎，怎么网络不稳？网络不稳，我在讲重点，网络不稳。对，就是呢，等一下，小声一点。就是呢，譬如说某一次的我的直播，我就变成叫做竞标 ，Hello， 我是格格嘉宾，然后挂号贵妇企划。然后呢，那一天呢，就是成员们那天 ，Hello， 西西。那天呢，就是成员们要来我的直播台氪金，谁氪到第一名就可以跟我一起去贵妇行程。然后那个贵妇行程就是早上去洗头，然后中午去吃大餐，然后晚上再去脚底按摩。哎，怎么网络又不稳了？等一下，网络每次讲重点，网络就不稳。你们有听到吗？你们有听到刚刚那个天才的想法吗？有没有听到那个超好天才？天才都不行的强法，是说说当掉不算，哎，成员不是，不是你们课，是成员课，哎，是成员课，哎，
然后结果根本没有人来氪金，只有国姓宇来了，然后国姓宇就丢一个带我去流浪，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嘉宾企划。对，你要不要去做生意？哎，我其实觉得我是蛮会做生意的，对，我觉得我是蛮会做生意。没有，我大胆的假设，那一天只会有国星宇而已。我大胆的假设，对，我那大胆假设国星宇应该没有竞争对手。对，这个商业头脑不得了了，是不是？Hello 新这个名字怎么念 ？Hello 燕，录影前一天要洗头吗？录影前一天不要，不要好了。录影前一天不要洗头，我们都要去给别人洗了。我们月都不月都不好意思出现，月都来留言了。你看，月被我的商业头脑惊到都留言了。对，啊对，柏林也是很会氪金的人。不是，你要怪 LV， 你疯了？哪有那么多制作费啊？录影前天为什么？谢谢西西的贵族玫瑰，我们没有这么多制作费，好不好？你想太多了，那如果你那也要看你丢多少啊。Mina 都不丢你，对啊 ，Mina 都不丢礼物。你搞不好李梦纯也会来客。Hello， 超哥，丢上天，没有，只有你而已，只有你而已。谢谢超哥的贵族玫瑰，谢谢超哥贵族玫瑰，谢谢这样的玫瑰，谢谢这样的 love。妈妈噜，我多久的希望？谢谢嘉阳的荧光棒，三强争霸，果果摸摸柏林，谢谢这样的靠你哦，谢谢这样的掌声鼓励。果果能上一位吗？不是啊，大鲁哥没有开放。大耳哥又没有开放，谢谢国星宇的告白气场。哎，你要先留多一点，那个你那个钱要先留多一点。谢谢嘉阳的星之冠，搞不好这真的会成功哦。你那个钱要多留一点。对，夕阳妈妈都会把最好的什么？夕阳妈妈都会把最好的资源留给梦纯。梦纯这样说，不是啊，我是尽力的，就是帮助他，帮助大家，没有大家我都帮助，好不好？我就是能做的我就做，对，我这人就是尽量。谢谢 ，Hello 西西，谢谢这样的蓝色音乐棒。我觉得你的气势会被果果压下，不是啊，光他那么高，我就被他压下来啦。谢谢志伟哥的蜂蜜柠檬水。跟狗狗露营的话，那一天我的帽子，我的格格帽要……哎，不对，我那天是贵妇行程，我那天不会穿格格服，我要穿得很贵妇。不好意思，大家，贵妇企划那天我会穿得很贵妇，对，我那天不会穿格格服。Hello， 樱桃猫，格格帽不够高，对我要拉一个这么高的。强强晚安 ，Hello 阿姐，我是强强，对，我是强强哎。贵妇都穿怎么样？这样要问果果啊，我不知道，我没有当过贵妇，对。所以贵妇计划我知道，贵妇计划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改一下，我们要先去买衣服，先把自己变成贵妇，然后我们再去洗头。然后我们再去吃大餐，然后最后再去脚底按摩。对，我们改一下，我们一开始要先去那个买贵妇装，对，毕竟我们没有贵妇装。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Hello， 我是贵妇。哎，你们那个什么，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我上次我昨天po了一个影片，是格格的 vlog， 你们有没有看到？然后我后面标题我把它取名为 Hello， 我是 vlog， 你们不觉得很好笑吗？你们不觉得很有创意吗？你们都没有看到我的这个创意，我难过。我说 Hello， 我是 vlog， 哎，你们有没有？
你们都没感受到我特意的取名 Hello 我是格格跟 Hello 我是 Vlog， 你们没有看到，通通再给我去看一遍。你们没有感受到，你们没有感受到，你们没有 get 到我的笑点，你们通通再去给我看一遍。发在哪？发在 IGTV。Hello， 我是 Vlog。哼 ，Hello， 我是 Vlog。还可以叫什么 ？Hello， 我是 Vlog。好像没嘞，好像没有格结尾的，好像没有。一直看双子。CJ， 拜拜。好像没有别的嘞。Hello， 我是 Vlog。你的笑点太强 ，get 不到。田中，你下次要 get 到我的笑点啦！你下次要那个 get 到一下，没别的可以用了。Vlog， 拜拜 CJ。Hello， 我是 Vlog。你们不觉得很好笑吗？Hello， 用户名不能是空白。胸口碎大石，对啊，胸口碎大石也是我最近的一个梗，最近我的新梗。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我容颜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的 ，Hello， 阿信，满脑子都终于没有，我是满脑子都在努力让我的东西看起来很有趣，我都是为了大家想，每分每秒都在想笑点的事。25岁笑点很难给，还好吧 ？Hello， 我是 Vlog， 我们又没有差几岁。Hello， 我是 Vlog，Hello， 我是格格，都没有人在下面留言说 Hello， 我是 Vlog。好有创意哦，哈哈哈哈！我以为会有人留言，但大家都沉迷在影片的内容里面了，大家都没有感受到我的创意。其实我，对，其实我很喜欢想那些有的没的有趣的东西。抱怨了5分钟，有5分钟吗？有那么久吗？阿信 ，Hello， 阿信，我跟你们讲一件事好不好？那个，就是呢，最近大家不是又去看了漏电吗？然后我那个高中同学啊，前几天就来赖我说，需要帮你把漏电关起来吗？就是需要帮你把漏电隐藏起来吗？然后他说，因为他看到就是点阅率有点太多，他有点吓到，他说。我需要帮你隐藏起来吗？然后他就说，而且我也没收到钱，有39万哎、欸，我也没收到钱。然后我就说，对啊，为什么我们两个都没收到钱？然后男的女，当然是女生啊。我高中同学怎么会是男生？我是读女校哎、欸，我高中同学不会有男生。然后我就跟他说，算了啦，没关系，大家都看过了。对啊。但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根本演技不好，因为我很害羞，我太害羞了，我不知道我在害羞什么。对，我自己都不敢看。对啊，而且我都想说，你们一定备份了，对。但我觉得我演技不好，对，我演技要再改进。哎 ，Hello 太子，他也没拿到钱啊，现在也是很害羞。对，其实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很害羞的人。我相信你们都有感受到我避俗的那一面，对，我相信。当时翻墙翻过去，什么意思啊？我忘记了。谢谢太子 ，Hello 毛良，发我好人卡青梅妆，听起来好像不太好。这重点是没拿到钱，不是啦，不是。其实后来我想想，就是说，
那是一个走过的回忆，就是现在你回去看九年前的影片，你就会觉得哇，九年前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我反而觉得有记录下来就是蛮好，就是蛮有趣，就是对啊，就是九年前你会想到你九年后在这里吗？就是你没想到九年后我会在这里，就是我不敢看，虽然我不敢看很尴尬，可是我还是有看前面一点点，不然你们在讲什么我都不知道，反正我还是有看一点点一点点的。高中时的生涯蛮有趣，谢谢田中，谢谢田中，谢谢朱莉安的枫叶，谢谢朱莉安的凤梨，对吧？那是2011年吧？谢谢朱莉安的凤梨，对，你就没想到一个电脑作业这样会变成一个回忆，对啊，跟建中这么友好吗？哦，其实也不是哎、欸，其实那两个男生他们是，其实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没认识什么男生，然后。那两个男生他是导演，就是导演是我们同学吧，导演是一个女生嘛，他是导演的国中同学，对对对，那两个男生都是导演的国中同学，然后跟导演很好，所以因为我们那时候找不到男生来演，所以只好拜托他的两个朋友来演，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对，所以那两个，而且我们那时候我根本也不认识他们，就没见过面，然后就突然那个，是没有哎、欸，我是豆导的，我是跟着豆导的，对对对，对，反正那时候就也不熟，然后就突然间要拍，但是为了作业没办法，而且你就得伸出东西啊，对啊，超很尴尬。但你还是得拍，因为电脑作业要交，不然没交。对，好羡慕。前几天看才多少？没有吧？没有冲很快吧？现在点阅多少了？现在点阅不是39万吗？要破40万！我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害羞可以去看哥哥第六集滑雪，谢谢大家冲破40万，谢谢大家。39万很多，对啊，39万很多，可是买以前就39万。谢谢 Poco 的凤梨，谢谢 Poco 的凤梨。反正那个回忆我是觉得还蛮好，还蛮美好的回忆。玉石社在做什么？玉石社是那个我们里面的一个朋友，他叫玉石社吗？玉什么社？他是那个的社长，就是那是一个很棒的社团哎、欸，那个是御膳房哦，对，御膳房，哎、欸、，hello， 这是御膳房，对，那是一个很棒的社团，就是那是一个就是每个礼拜哎、欸，拜拜果信，果果晚安，谢谢果果，果果下次氪金记得我会氪金计划开启，我会记得通知你，对对对，对，好，那御膳房呢就是。他是每个礼拜社团活动都是在做吃的，就是他是一个很棒的社团，我觉得他蛮就是蛮舒压的。谢谢西西的香蕉，谢谢西西的香蕉。大家如果想加入社团的话，可以选择御膳房。哎、欸，现可以选择御膳房。哎、欸，现在还有吗？还有吗？现在还有吗？谢谢西西的草莓凤梨，谢谢西西的凤梨。谢谢西西的凤梨，谢谢西西的香蕉，谢谢西西的香蕉。为什么有人知道那是御膳房？因为他是漏电的剧组人员。对，虽然我不知道他想不想让大家知道，但我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漏电的剧组人员，对对对。谢谢樱桃妈的掌声鼓励，谢谢樱桃妈掌声鼓励。我不建议，我是不建议啦，反正。就是那是一个自己的回忆嘛，对不对？谢谢西西的凤梨，不会害了我啊，不会。边晚安，边晚安。对，哎，漏电的剧组人，大家可以访问他。这个点阅率破39万，有什么想法？哦，为什么要叫漏电？对我这我也忘记为什么要叫漏电嘞，我真的完全想不起来为什么叫漏电，好像是随便乱聊天聊出来的。
谢谢瑞道去流浪，谢谢瑞道去流浪。对，巨人员在看直播，忘记为什么，对我也忘记为什么了，真的。而且我记得，我只记得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拍完好像就觉得拍这个很开心，然后我们就一直想要拍第二集叫触电，就是我们那时候一直在讲我们要拍第二集，就是那个番外篇，就是男二跟女二的故事，然后要叫触电。结果我们后来好像一直没拍，就是我们就讲一讲而已，我们后来没有拍成功。对，反正呢就是还蛮特别的。对对，本来要有特别篇叫触电，重启开拍不行，那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不是感情戏，所以叫漏电。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漏电，我不知道哎、欸。童年，Hello Amber 先生，不是啊，现在根本去哪里找人啊？要可能要没有，对，就是男二女二，我们本来打算拍男二女二的故事，对，叫做触电特别篇，没错。可是后来就没有达成。看得见你，哼着你的歌，不哭了，不哭了。你会怪我跟社长说吗？哦，不会啊，我觉得，既然他都放在网络上了，既然就是，反正放在网络上就能找到的人就，能看到的人就是一个缘分咯，不会啦，我不会怪大家，反正。那都九年前了嘛，对不对？我 OK。幸福的可能，不哭了，不哭了，一个人不哭了，想着你。花絮的三角恋剧本比较好，什么啊？我都忘记花絮是什么了。啊，不，我只记得花絮超好笑，我只记得花絮真的是。好笑到爆，可是我已经忘记哪里好笑了。对，我只记得 好笑到爆。这个头贴有共鸣，是什么头贴啊？回忆，真的，对啊，回忆。我不要啊，我可以重看花絮，对，我可以重看花絮。哎，花絮是几分几秒开始啊？大家一早就看过，我也以为，其实我也以为大家都知道哎。欸，花絮是从几分几秒？我可以从花絮看吗？笑死了！什么啊？头贴是什么啊 ？Poco 的头贴是什么？怎么点不起来 ？Poco 的头贴？七分十秒，哇！洛克也太专家了吧？洛克那个。还不帮自己影片推到40万？哎，那个我们要分红啊！我跟他要分红，我们两个要分红啊！没办法分红。谢谢 Red 的薰衣草，谢谢 Red 的薰衣草，七分十秒 ，OK。不是 Poco 头贴到底是什么？没看到。为什么大家都看到，我看不到？什么？今天去看电影？对啊，我今天去看电影，没得开盈利，真是气死我了！破百万出第二集。哎，不是啊，厌世照崩图。什么？是很丑的吗？我很丑吗？你看什么电影？我看《这一刻想见你》是，上个礼拜录格格的来宾。他的电影是涂善存的，上礼拜来宣传的电影。对，这一刻想念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电影。对，为什么我都没看到 Poco 的账号？你们哦哦，这是怎么截的、啊？你太会截了吧？你这个人太会截咯，你这我都忍不住欣赏一下我自己的肉体。这个脸很会截哦，你这会截，对，谢谢诗雅回复，什么意思哦？你说电影吗？这一刻想见你，对对对，我们去看这一刻想见你，对，上次来宣传的，
马来西亚的电影，现在已经在微秀影城上映，它只有在微秀影城上映，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电影，然后现在看电影都是梅花座，对对对，大家放心，是中间会没有坐人，你附近都没有坐人，对对对。还是忘了做什么幸福远离，拜拜，谁要走了？田中要走了，不是吗？田中要走了，田中拜拜，下次还要来哦。不能只喜欢触电的诗啊，不是触电，漏电，不能只喜欢漏电的诗呀，要喜欢现在触电的诗呀。用努力，用回忆，怎么唱？去想你，我讨厌命运骄傲的神情，嘲笑我没半点权利。哦，是信哥要走，阿信拜拜。信阿信是信哥是不是？阿信拜拜。欸，我好想要加入你们的群组哦。算了，不行，加入不了。サムです。Hello， 欸，已经56分了。サムです。晚安。阿信，拜拜。我好想看你们在聊什么。下次你们聊到很有趣的，你们可以截图然后 take 我吗？现实中还 take 我，对，对，触电是续集 ，coming soon 的续集，对，可是不行不行，我会高血压，真假？我会高血压，你们不要害我高血压。Hello， 露露米，我用努力用噩梦去想你。去的深情 ，Hello， 谢谢志伟哥的新之冠，谢谢志伟哥的新之冠，谢谢志伟哥的新之冠，谢谢柠檬的肉骨茶，谢谢柠檬的肉骨茶，谢谢柠檬肉。可是粉丝背叛粉丝会下地狱，好吧？那你们不要背叛，你们不要背叛，真的假的？你们是一直在上面说我坏话，是不是？传我的崩图，你们美照也要传一下。算了算了，你们美照传外面，崩图就藏里面。崩图你们自己在群组里面看，你们不要传出去。对，崩图是你知道，家丑不可外扬，我们家丑就留在群组里面，家丑不可外扬啊。外面的话就是要让我漂漂亮亮的。对 ，Hello Orange。我用痛苦，用回忆，用深爱去想你，去什么是迫不得已，越等才越有勇气，真实地想你。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只放美照，好吧，你刚刚那个也算是美照，至少那个身材看起来不错，那个身材看起来不错，对，好，哎，已经58分了，外表漂亮即成长，喂，我哪有，我现在很干净，现在很干净，已经58分了，我要念排名，我今天只播到11点，因为明天可能要早起，现在老了没有办法那个。有实行减重计划？哎，有啊，我实行计划开始三天吧，还没有什么效果，我继续努力。对，谢谢 Ben 的凤梨，谢谢 Ben 的草莓，谢谢。现在老了，老了早起很痛苦。我最近的减肥计划的第一步就是不喝奶茶。谢谢西西，不是工作啊，要练习。谢谢益生菌的 love， 谢谢玉的掌声鼓励，不是工作，谢谢玉的掌声鼓励。谢谢田中豆粒王，说我老了还是很正。谢谢田中豆粒王，对，经过九年前跟九年后，我都可以让你触电。啥计划？哦，减肥计划。邦伟拜拜，邦伟拜拜。好快，对啊，博汉，难得博汉这么早出现。谢谢 Martin 的香蕉，谢谢西西的真情告白。
谢 Martin 的凤梨，谢益生菌的 Love， 有一束光，有一束光，有一束光。你不是一直都蛮瘦？哪有，我没有瘦。好，我要注意健康，谢谢。Hello， 沉鱼落雁，谢谢一点的星之冠，谢谢一点的星之冠。真在，拜托电死我，我要像电蚊拍一样电死你们。我身旁，谢谢 Pogo 蓝色拥抱，谢谢 Martin 的凤梨，谢谢枫叶。Orange， 谢谢追踪，哇，是不是红包大军？那我要唱个歌了。谢谢朱莉安的真情告白，谢谢朱莉安的真情告白，谢谢朱莉安的真情告白，谢谢西西的星之冠，谢谢西西，谢谢 G Ernie 的 Kiss 啾啾，谢谢西西的星之冠，谢谢 Ernie 的 Kiss 啾啾，谢谢宇轩的真情告白，谢谢西西的星之冠，谢谢真情告白，谢谢。土豆的玫瑰 ，Hello 奶茶，奶茶我最近不能喝你，因为我在减肥。谢谢宇轩的真情告白，谢谢西西的星之冠，谢谢西西星之冠 ，Hello 来去如风，谢谢秘书的玫瑰，谢谢杨公公的肉骨茶。没有啦，我的肚子还是很平啊，可是我的就是不知道其他地方。哦，对啊，我看错了，不是你送的，是谁送的？是秘书送的，谢谢秘书的玫瑰 ，Hello 伊恩，谢谢西西的星之冠，喝无糖，喝无糖的，但是我爸爸今天帮我买微糖，对。我能后退，谢谢小明的枫叶，谢谢瑞的，超傻眼猫咪，心口不平，心口不平。Hello， 过客。打开窗，这就是光芒。谢谢尬仔的再见赛哦，谢谢朱莉安的星之冠，谢谢朱莉安的星之冠。痛的字眼，你的视线去了解，为什么舍不得熄灭？我迷着光，却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谢谢玉安的星之冠，尬仔晚安。谢谢玉安的星之冠。爱存在的力量，一直就在我身旁。每周二下午四点，没错。晚安，秘书，考试加油。谢谢谢谢黑流星的星之冠，谢谢黑流星的星之冠，谢谢谢谢星之冠。谢谢西西的 sing a song， 谢谢西西的 sing a song。上班加油，程序。国术正在追求决心，什么意思啊？国术追求决心，什么意思啊？国术追求决心，什么意思啊？国术正在追求决心，什么意思 ？Hello， 尽力。好，我打对后，我要念排名。第一个课到前三，对。抢红包，千万不要错过每周消息。对啊，大家 YouTube 搜寻 Hello， 我是哥哥，追踪订阅分享，记得喜欢影片的话可以多多留言哦。哦，是哦。哦，好。那我唱歌。抖音很可爱，谢谢少凯。是谁啊？我已经忘记了。还有四个红包，谢谢 Red 的玫瑰，谢谢小白的星之冠，谢谢小白的星之冠，谢谢汤豪的肉骨茶。他是谁啊？我已经忘记了。
谢谢吸血告白气球，谢谢吸血告白气球。在疼的终究会离开，在恨的在伤的终究会遗忘。少女咖啡香，我刚刚已经唱了大概四遍以上，你可以去看回放。我怕大家听腻了，刚刚短，我怕大家听腻了，刚刚短，我怕大家听腻了。刚刚短暂听你，谢谢瑞的 kiss 啾啾风 ，Hello 俊泉，还是你想，你们还想再听一次，我也可以再唱一次，你们想再听吗？因为那首歌毕竟蛮好听的，不是他是谁，我已经忘记那个名字，你知道吗？不会听你，好那。不会听你好那讲话讲到哭戏啊，你可以安慰他哦。面面吗？哎，面面啊，他就是最近好像学校考试吧，加上练习什么的压力比较大一点，有，我已经有安慰他。那种不曾回来过香肠哦，它叫烤香肠是不是？谢谢瑞的告白气球，为什么玉安的头贴是我骑摩托车的？谢谢瑞的告白气球，谢谢瑞的告白气球。谢谢茶谷的枫叶，谢谢茶谷的枫叶。好，我要念排名了，那我要先念排名喽。Hello 西恩，谢谢雨轩的爱你哟。谢谢宇轩的爱你哦 ，Hello 西恩，西恩有没有准时收看 ？Hello， 我是哥哥，卡住了吗？没有，我要念排名了。帮助我进群，请大家帮助阿萧进群组，阿萧也想加入很多崩噪的群组。OK， 我先念个排名哦。噔，第二十名是 Ben， 第十九名是信婷，第十八名是开心，第十七名是逸晨，哇，他的头贴是我跟李宁的合照，谢谢逸晨。十六名是朱里恩，第十五名是俊，第十四名是 CKUMK， 第十三名是爱吃荞麦面的勋，第十二名是小白姨，第十一名是西西，第十名是 Skyline， 第九名是田中豆梨王，第八名是勇哥，第七名是智，第六名是小白，另一个小白，第五名是志伟哥，第四名是雨轩，第三名是 Ray 多泽，第二名是郭新宇。第二名是果果，谢谢果果。第一名是小伊恩，谢谢小伊恩，很棒很棒，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直播，谢谢果果，谢谢果果科长，谢谢小伊恩，谢谢 Ray， 果果很厉害，对啊，果果很厉害，太强了，秀一波，谢谢大家。谢谢丁香鼠的 kiss 啾啾，谢谢勇哥。果果不见了，对，他不见了，不奇怪。对，你们是不是有一种好像我跟大家说拜拜的时候已经是十二点的感觉？但是还没有十二点哦，还有一个小时，大家还可以慢慢来，还可以打几场少女咖啡枪，没错。南北的雨巷，送完就跑，贵妇，他才不在乎有没有念榜，对。この手で絶望、打ち壊す。
愛の勇気が私を。谢谢边的草莓，谢谢边的草莓。守着大寂寞，没电力不能打，我电力还有。谢谢边的香蕉，他打够。工厂一小时会无所事事，那你可以慢慢洗澡呢啊。早点睡觉哦，谢谢加速的凤梨，谢谢加速的凤梨，谢谢加速的人气泡泡，谢谢杏婷的香蕉，谢谢杏婷香蕉，跟我一样早点睡觉，我们要早点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谢谢杏婷的凤梨，一小时刚好，真的哈，小白偷聊，小白很爱偷聊，谢谢杏婷的凤梨，谢谢洛克，谢谢阿基拉的香蕉。寻找希望，可能谢谢 kiss 啾啾，期待一下周哥哥。对啊，下礼拜二。谢谢叮当鼠的 kiss 啾啾，谢谢夜空 sky 的凤梨，谢谢夜空 sky 凤梨，谢谢 orange 的肉骨茶。我会早点睡，我跟你说，我等一下就要赶快去洗澡，赶快睡觉。人老了。我最近觉得，我直接发现动，什么啊？他发什么限动？我都没看，可恶！他发什么限动？他是说我坏话？哎，不是，我跟你说，我那个什么，我最近就会很想睡觉，我会觉得我年纪到了，对我就觉得我年纪到了，我最近就是会很想睡觉。我以前都是那种，谢谢叮当鼠的 kiss 啾啾。我以前都那种闹钟一响，我就一定会起来，马上起来的人。哎，我都觉得为什么，不然我设闹钟干嘛那样？杰瑞刚才直播，你看吧，我就跟你说，制作人一定在潜水吧？你们不相信，制作人都是看我们直播找那个找灵感。你们，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直，我们要好好的直播，我们要好好的引导制作人，对，我们要好好引导他。对，我以前真的是闹钟一响，马上起床的那种。我现在就是没办法，我现在真的会懒，马上起床的那种。赖床。我嘴巴张好大，怎么觉得我很丑很丑？谢谢小文的枫叶，他是不是报复我？不是，不会，我们制作团队是最棒的制作团队，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我们制作团队是一心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谢谢西西的再见赛哦，谢谢西西的再见赛，拍漏电续集啊，不要啦，不要。等一下，制作人看了触电，都想说，不是不行啦，制作人那种专业人士，他们看触电应该会看到很多，没处理好的细节，对，他看到很多没处理好的细节，所以我们这种东西，小高中生的电脑作业还是不要给专业人士看好了。哦，漏电，哎，我一直讲错，讲成触电，气死我了！为什么我会一直讲错呢？是漏电，这种高中生的电脑作业，而且我跟你们说，那个高中生的电脑作业它还有时长的限制。故事想讲长一点也不行哦，漏电，我是不是讲错？那个，我记得还有时长的限制哦，我记得拍太长也不行。对，不是啦，月，我没有想拍番外篇啦，我对那些人多久没见了？九年没见了吧？除了其中一个有见。你一次次逆转，寻找希望。他的在自我，我不气口死。愛の勇気が私を守る。晚安，富伟哥。晚安，富伟哥。挫折せるまで，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拍触电，真的没有拍。
拍触电，触电只是说而已，真的没有拍。对，大家相信我，真的没有拍。对，不是啊，就是很嫩啊，九年前才几岁，16岁，16岁少女。不要不要找原本的班底，不行，太尴尬了，不要，太尴尬了，真的我不想看到他们。不是啊，女生可以，男生不要太尴尬，男生那个不要，不是啊不是啊，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好，但不要不要，不需要不需要，哎，不要不要不要，我们就过好大家的生活，对对对，嗯。哎，红包怎么还没发完？哦，发完了是不是？好了好了，不是啊不是不想，不是啊，谢谢小诗的香蕉。不是，你们不觉得跟九年没见的人见面很尴尬吗？不，我这样讲好像有点坏。谢谢小诗的凤梨，你们不觉得九年，你可以想象你跟一个九年都没有，九年没见的人见面，太尴尬了，我一定很，我不知所措，我真的会不知所措。不我真的会不知所措。对啊，男生会吧，不行啊不行，这对啊，不知道聊什么，要聊什么，是不是要关播？对，我要关播了啦，我刚刚在等红包发完。对，因为本身就是避暑，真的我是避暑的人哦，我是一个超级不敢去参加同学会的人，真的真的，因为我都不知道参加同学会要聊什么，就是也不是说我现在的职业或什么的，我只是觉得参加同学会到底要聊什么，我们要聊什么，聊以前谁是班长谁是风纪股长吗？我不知道，就是你们会参加同学会吗？不会吧，不知道要聊什么啊，所以我对，所以我没朋友，我个人没什么朋友。对，什么都能聊，哪有哪有什么都能聊，他又不知道你最近在干嘛，对，很尴尬，我千万，我没办法去参加同学会。对，我真的，我觉得就是你跟你很好的朋友一群人吃饭就好，不用参加那什么大型同学会，大型同学会太尴尬了。对，我觉得特定的人就可以了。对，分开之后再干嘛？可是那就是很尬聊哎，就是啊，你最近在干嘛？哦，我最近在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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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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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我也干嘛干嘛干嘛，这样很尬聊哎，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去参加过同学会。对，哎，我怎么会哪有尴尬？我怎么会是哪里尴尬了？我们又不是，我们每次直播都见面，节目也在见面啊，这样话题就开始了。不是，也好尴尬，我绝对不会去同学会的，你们放心。我觉得为什么会不是尬聊，我们可以有很多话题可以聊。你要买保险啊？我妈妈已经帮我保了，没关系，谢谢谢谢。哦，我不太需要这个，我妈妈都有在帮我弄，对，没关系。对，女二不是你好朋友，女二是啊，女二真的是我好朋友，我们是一群高中好朋友，不过就是蛮久，也是蛮久没见面了。对对对，嗯，对对，好啦，今天要结束了啦。你有为什么天天突然出现，然后说一句你有听过安利吗？笑死了，天天突然出现讲了一句这种话。哎，你在做直播？我说不是不是，我没有在做直播，我的是主业是偶像。对对对，直播只是我的一个兴趣副业而已。对对对对对对，大家都很了解，想结束结束不了。不是，所以你们同学会有遇到这种吗？你有听过安利这种吗？天天刚刚没跟上漏电话。Hello 毛良，晚安。不行，我要下去睡觉了。我要下去睡觉了。爱那么深。哎，那我可以跟大家爆料一件事吗？就是漏电的一个剧组，他是算是他蛮喜欢偶像，就是刚刚出现那个。不行，这样你们会去找他，你们不要去干嘛干嘛，反正他就是一个有蛮喜欢偶像的，他之前有来握手会找我，我很开心。对对对，哎，我可以讲这个吗？
反正他有来过握手会找我，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看到他说，哦，超开心，我整个都是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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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就是好像有一点不小心，就是不小心摸了他太多其他地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摸完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怎么办？后面的人跟工作人员会不会想说，我怎么摸了他这么多地方？对，我想完了完了，我刚刚不应该这么激动了。就是，可是他是我同学，但是就是你知道，我就是不是摸了他太多其他地方，就是碰，就是你知道，可能就是啊，就你懂吗？就是不是你不是你们懂我的什么？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吗？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就是一个激动，我就。而且又是我同学，是女生嘛，因为我是女校，是女生，然后我就好像有一点，就碰了她肩膀，因为我是女校，是女生，然后我就好像有一点，就碰了她肩膀，还是干，就碰了她肩膀，还是干嘛的。然后我弄完之后，我想完了完了完了，后面的粉丝会不会觉得为什么我摸她肩膀是，就是哎，工作人员会不会觉得我在干嘛？就是哎呀，好烦啊！然后我就想，不行不行，我要冷静，我要冷静。对，不是啊，是摸她肩膀啊。你们别乱想，我是在摸他肩膀，不是，我是摸他肩膀。你们很难聊天，我要下去了，我要结束了。不是不是，反正我就真的不小心的。大游艇。哦，我要下去了啦！不小心的。大游艇。哦，我要下去了啦！不小心的。大游艇。哦，我要下去了啦！不小心的。哦，我要下去了啦，拜，快点快点说拜拜了啦。同学当然没事，哎，不是，这有点太激动忘记了，你知道吗？晚安，就被你点上两次。月要常常留言哦，月。突然的车说没有，我要下班了，我刚刚是紧急刹车，你们没感受到吗？我刚刚紧急刹车。晚安玉，晚安七七八八，晚安瑞瑞瑞，晚安 Poco。不是啊，阿顺在，谢谢阿顺的再见赛哦 ，Poco 拜拜 ，OK， 半摸人脸还要脸下去，我要下去了，我刚刚已经紧急刹车了。泡芙大叔晚安，樱桃猫晚安 ，Ernie 晚安，阿萧拜拜，田中晚安，我要是米亚比 ，Eric 晚安，志伟晚安，柠檬拜拜，好哟，大见。影子战士拜拜，祥旭拜拜，克里斯晚安 ，Steven 拜拜，夜空 Sky 晚安 ，Ray 拜拜，飞镖拜拜，晨晨晚安，朱莲拜拜，丁大雄晚安，超凯拜拜，谢谢朱莲的真情告别，谢谢朱莲真情告别，谢谢宇轩的真情告别，谢谢宇轩真情告别，桃好哥晚安，骷髅晚安，何景喵喵拜拜，国树晚安，毛良拜拜，谢谢 Ray 的真情告别，谢谢 Ray 真情告别。博汉晚安，信婷晚安，到哪了？我刚看了，塔尔哥晚安，我要是妙比，土豆拜拜，宇轩拜拜，塔尔哥拜拜，北极星拜拜 ，Eric 拜拜，空野拜拜，丁大叔晚安，小白晚安，塔尔哥拜拜，汉晚安，丁大叔晚安 ，Ben 晚安，毛良晚安 ，Jeff 拜拜，飞电晚安，阿鲁纳奇晚安。是拥有一个真心的好友，流浪到屏东晚安，嘉阳拜拜，收着晚安，谢谢志的真情告别，谢谢志的真情告别，刹车小心别踩死，好哟，三门晚安，志晚安，我刚刚没有开车，我刚刚我只是差不多要下去了，对。杨雄晚安，游戏 hero 晚安，船长拜拜，祥旭拜拜，飞镖晚安，流浪猫评论拜拜，杨哥哥拜拜，瑞拜拜，黑妹子拜拜，叮当鼠拜拜，小肉猫晚安快乐，不是啦，我不要再讲了，我不跟你们聊了。天天晚安，洛克晚安，子阳晚安，加速晚安，小白拜拜，少凯拜拜。朱莉安，谢谢朱莉安的真情告白。Steven 晚安，宇轩，谢谢宇轩真情告白。西恩拜拜，志伟哥晚安，马良拜拜，俊拜拜。谢谢丁教授再见拜哦，小旭拜拜，刘豪拜拜，阿锦喵喵拜拜，熊猫眼拜拜，红拜拜，谢谢 Red 的真情告别。
宇轩拜拜，谢谢金小鼠的再见彩虹，苹果猫晚安，黄鱼晚安，小旭拜拜，秀哲晚安，飞镖拜拜，好的早点睡，对，鲁鲁米拜拜，烟火米不是购买拜拜，阿 Kira 晚安，谢谢杨公公的 love。好的，家树，拜拜，塔哥辛苦了，晚安。哦，对，下次，对，下次变回十点播，没错没错。只有假日的话才有可能九点吧，因为毕竟假日会比较早起。鲁鲁米拜拜，果冻九号拜拜，猫亮拜拜，阿 K 啊，谢谢阿 K 啊，再见，撒油，土豆拜拜，小明晚安，拜拜，谢谢塔哥，柠檬拜拜，谢谢柠檬，再见，撒油。拜拜杨公公，大家快点去洗澡睡觉，早点睡觉。嗯，半夜发 IG 哦，等一下有可能会发哦，有可能。好，我会早点睡觉，大家跟我一起早睡早起。好的哦，我还没破关，我今天目标要破5-12，我睡前一定要打完5-12。礼拜一再告诉你们有没有打过，下次记得问我。不要，我等一下被害你被工作人员抓走，看一下限动。好的，我等一下去看一下制作人发了什么限动。那还是熬夜，你又搞不好我打一次就过啊，你要知道我会打很多次，搞不好我等一下就过了。对，好了，我不会，我等一下一定过，我真的会过。拜拜大家，不要诅咒我，我一定会过的，拜拜，大家早点睡，下礼拜一见啊，假日开心。那个不是五一三连假，放连放三天吗？大家照顾好自己，玩得开心啊，记得戴口罩啊。谢谢阿胜的看好你哦，拜拜，谢谢小白，再见，撒油，大家拜拜，谢谢果果，大家记得去看果果直播，礼拜一的8点是吧？对，礼拜一8点，6月希望可以见面。对啊，因为现在好像有比较趋缓一点，希望6月可以见面，大家拜拜，再见，拜拜，晚安。